剑术了得，得分又是最高，不愧是大越第一人，我等佩服。王子威武！你将我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杀人取乐？公主殿下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杀人，这么好玩的剑术比试，也只有你夫君我才能想得到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可他们都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人命在你眼里，就这么卑贱吗？ 公主殿下，你说笑了，他们只是大前人，在我们草原上，他们还不如牛羊贵呢。对，王子说的对。还没我们牛羊贵呢。哟，还有一个。只要我留在这里，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屠杀大前的子民。当日和亲是你提起，如今故意滞留的也是你。我就不信。 你千里迢迢从王庭来到边关，就只是为了玩些射箭的把戏。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不要着急，我想要的是一条人命。再过几日你就能知道了。来人，把公主殿下带下去，好生看管。是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不要，不要！